台湾的首座文创产业虽然单一品牌的规模都不大，但是各种创意源源不绝。像是这位台湾女孩，大学都还没毕业呢，已经是手工蜡烛圈里面的星星辣妹了。她的作品非常有台湾味，包括了红烧牛肉面、九份地瓜圆都被做成了蜡烛，真假难辨，常常有人一口就想吃下去。而风靡两岸的小资粉领，下一步呢，她希望是走出台湾，与对岸的手工蜡烛圈相互交流。上菜喽！热热闹闹，澎湃开桌，满满台湾小吃引人垂涎。偏偏每一道都只能看不能吃，是名副其实烛光大餐。超认真的，不是我还有纹路哎。刚刚吓到是这个苹果，因为我刚刚摆在这里，我以为是真的，只是拿一张那个装饰，没想到真的是蜡烛。从主食到配菜，样样真假难辨，各种摆拍欲罢不能，玩食物玩得非常愉快。马哥吃一碗甜点，我吃不下。这一碗甜点地瓜圆更是暗藏玄机，不止样子长得像，连触感都模仿得一模一样。它真的蛮像芋圆，摸起来的感觉软软的，然后 QQ 的，也有点好吃。大陆人地瓜圆、藕泥还有牛肉面这两种都还蛮多人喜欢的，就是会问说，哎，这个烧起来会不会有食物味？然后要不然就说这个可以点多久？然后我就说，哦，这个可以点那个，我还没讲多少时间，他说，哦，我也舍不得点。端端是手工蜡烛圈的新星辣妹，还在读大学就被台湾的文青百货邀请短期设柜，台味小吃系列更让她的名气在小资路客圈传开。我本来就不喜欢跟别人去做一样东西，那样没有意义。虽然都很漂亮，可是我觉得我不想要啊，那是最贴近我们生活的，最贴近我至少我的生活。像我们台湾人看到，一定会觉得哎，好亲切哦。品牌成立不到一年，家教学生已经破百人次，包括对岸都有人来拜师。为了省下学员们手捏雕塑的时间，小笼包、月饼通通事先开模，把全副的精力留在灌蜡脱模之后的拟真雕塑。哎，雕塑是什么颜色的？你要混灰色进去，你要混一点点。哦，我要有熟的，要不然是生的。我们是要做已经熟的小笼包。你可以，因为我想说小笼包不就倒进去，然后没想到说还可以加肉馅，然后。肉馅，然后还要加不同颜色，像刚有很多像红萝卜啊。我本身就很喜欢做那个模型，做这个蜡烛，然后做这些细节很好看。肉馅的颜色、颗粒质感自己调配，馅料想要塞得多饱多满也无需设限。要是想要来一点汤包灌浆的晶莹感，也有凝胶果冻蜡可以满足心愿。你再看这还有汤汁，等一下，你加果冻，是我想要我的小笼包看起来真的很像真的，所以说多一点细节也好。做拟真蜡烛的复杂程度跟做料理没有两样，每个食材都得事先备料。为了精准复制台湾味，原本不太买菜的端端学着妈妈逛市场。阿姨你好，阿姨，我来买一些我需要做蜡烛、我要翻模用的食材，像这个样子的。啊，哇，那么漂亮啊！对啊，就做成蜡烛。不同于妈妈买菜大把大把首选好吃好看，端端挑菜都是一根两根的买，而且身材最好落差很大。如果是我要挑，等一下我看看，粗细分明越明显，像这一种，它是头这边比较粗，然后越来越细，连剁我就有大小分明的不一样的萝卜。然后因为这个模具以后不一定只有牛肉面可以做，以后我可以做成关东煮的萝卜啊。为了做出万用模具，街坊几乎走遍，包括牛肉面上那几块腱子肉，也是靠邻里之间的人情味热情救援。他说：“哎，我们都50块，50块。”我就说：“可是我只要3片。”老板就很阿莎里，就切了3片就送给我。对，因为他只要几片嘛，那老板说没关系，就送他。对，送他带回去使用。尽管有了真实肉片，还不能轻松开模，因为圆乎乎的腱子肉太过完美，短短要让它性格一点。我们一般再去吃牛肉面，你再仔细看一下，其实它的形状不会是这么漂亮的圆形，这种通常是卤味才会这么漂亮的圆形。然后我都会尽量的再去用剪刀帮它修饰一下，比如说我这一片，我想要把它做稍微扇形一点的。然后我就要做到仿真美味，幕后准备需要各种细心。修容过后一定得死死牢牢的固定在杯底，又是心存侥幸，细胶模具绝对 NG。确认它不会掉，对，就是敲一下它不会掉。通常我做的就是这样，然后就是摇晃，这样通常就不会有凸槌的状况。我一开始想说这么麻烦，干嘛一定要粘？我就想说有什么关系？没有，它会直接浮起来，浮到表面，就傻眼啊！就想说
就没办法，是自己就活该，对，就真的是活该，就是自己不注意，太粗心的后果。就是做蜡烛，就是之后就学到很多教训，就是有些事可以粗心，有些事不能粗心。就像这个过程，你不能粗心，你就要认真做。在每一次的失败当中进化学习，手艺也越来越精，从小吃系列一直到闪亮亮的紫水晶，各种客制化订单都能搞定，经济上完全不需要家里支应，下一步则希望走出台湾到对岸看看。我是愿意的，我还蛮有兴趣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蛮好曝光自己的机会，要就是要交流啊，对，那样才会进步嘛，不然永远都窝在这边，然后一直埋头做自己觉得自己好的东西，可是你没有出去看，你是不知道别人是在干嘛。尤其在大陆推出各种优惠政策之后，对端端这样的小资创业家更有诱因，就等待适当的时机在对岸发光发亮。